谁让咱没头没绪没完没了，大眼啰嗦，别不告诉你，起码咱还为这个社会忙活呢。家家都有家家的杂事，说说怎么叫贫呢？我那老娘忙了一辈子，现在还得看孙子，左邻右舍有点矛盾，是不是咱得说说？老婆孩子兄弟姐妹怎么着都是最亲的，屋里院外杂七杂八，少说了一句行吗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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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开口你又嫌贫，你说这柴盐油米酸甜苦辣，一番苦心好事总让自己搞砸，言多已是得了，总有几句一不留神。哎，咱就这人插起门来自己琢磨，活这辈子谁能没错？谁让咱这么好的福气有时竟不觉得春天花开秋天结果，天伦之乐多快活踏实，别来虚的好事自然多磨。哎，啦啦啦啦啦，我这啦啦啦啦啦。哎呦哥，花了，来来，我来了，你甭管了。哎，那我上里边去。啊，行，回家回家，拿热水烫烫脚。哎哎，嗯，他怎么盖到这儿来了？他怎么盖到这儿来了？哎哎，这就是李家啊。哎，妈，哎，大爷，哎，妈回来了，妈。哦，你妈。妈，怎么了？哎，妈，哎妈，妈，您看看怎么样啊？大伟。哎。那白花花的，是你的脑袋吗？是妈，您先看看这小房怎么样？啊，大明。哎，树呢？哎妈，您自个儿找吧。妈，妈，大姐，大姐扶好了啊！大姨，扶扶，别地方。刘大爷，您自个儿看看呢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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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进。您看看，啊。缝了十八针，看着挺厉害的。哎，你先别回来呢，在你姑那儿啊多住些日子，甭急着回来。你说你这个小畜生，他盖你就让他盖吧，他损你就让他损吧。那你拍他哪儿不好啊？啊，非拍他脑门子？你要是万一把他给拍成个大傻子呢？我的妈！哎，我妈，哎哎，大民呢？哎呦，我妈，哎哎，那古三儿呢？啊，他出去了。哟，他怎么走了？你看我这还缺一活泥的呢，我这。那要不我给他叫回来？哎，别，万一我这再吓着他啊！哎哎哎呦，你们姐俩这是干嘛呀？嗯，把那个玻璃给您安上。哎呀，不用不用，待会儿三儿回来就是。哎，我也是干嘛？大民子，哎哎，你看今儿这个事儿啊，还真是怪不落人的。你嗨，补的妈，您没看出来呀？我们哥俩那不是闹着玩呢吗？闹。哎，大民子啊，你干嘛说你大妈那腰围四尺八呀？啊，不，寒碜我是不是？你记住了，我这腰啊就二尺八。你瞧瞧那过道，只要你过得去，还有谁过不去呀？往后你别瞎咧咧。哼，是吗？啊，二十八呀，可不。嗨，那可太好了，有仨您并排的都过去了。那是，谁让你大妈瘦呢？啊，哎，是是是是。哎，别，你别管。嗨，哎呦，我这个笨呐，哼。我说云芳，你问我一个问题，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什么？什么呀？愚公移山，为人民服务，纪念白求恩。哎，走，出去。哎，你别管，你别管我了，走吧。哎，你别动。
总算是有了咱自个儿的屋了啊。半夜睁开眼睛能把我吓死。插了个第三者，他要是个男的我还真打过他，他要是个女的呢？我早就计划好了。什么计划？我把他齐根锯了，不留茬。什么不留茬？我这十八针呢？我们姑爷还真有两下子，快来！哎呦，这谁呀、啊？挺吃的。谁呀、啊？大民，快进来吧。哎，哟，婆婆呢？跟刘大爷上胡同东口查卫生去了。哦，尝尝味儿怎么样？嗯，好吃。您做的？老曹送的。哪个老曹啊？一块扭秧歌那个。哎，啊，哎，哎呀，嗯，哦，好吃。哎呵，妈。哎呦，你吓我一跳！怎么着，玩土鳖呢？嗨，我这不是给这棵树浇点水吗？哦，哎，哎呦，大民对树都这么好，对我们云芳也错不了。哎，云芳，听见没有？赶紧拿笔记下来，以后吵架的时候拿出来赶紧看看啊。嗯，堵上你臭瞎子。哎，嗯，妈，嗯，您说那老曹？是不是就那白头发那个？就是他，四川人。哎呦，那泡菜呀、啊，嗯，泡绝了。是吗？我吃过了，吃你再品品。嗯，味儿真地道。是吧？我走了啊。哎，嗯，慢点呢。妈啊，你把那绸子弄短点，小心绊着自己个儿啊。绊不着，妈这有暗道机关。嘿，这哎，云芳，嗯，这老曹对你妈还挺关心的啊。什么意思呀？哎，没什么意思。你看，这我能有什么意思？你这真是。我先走了啊。快打铃了啊！哎，你。看见没有？嗯，摩托车能过去，你妈也能过去。是。
你丫脑袋十八针哪儿去了？啊啊哈！我也纳闷呢，你说好好的这十八针哪儿去了呢？别惹急了我，惹急了我再给你补十八针。哎，别介，这我可不喜欢。你要喜欢我，让人缝你。哎，我亲手给你弄一二十八针，你喜欢吗？得，这回便宜你了。哼。我一切都好，你们尽管放心。上个星期学生会副主席转校，有的同学建议我参加补选，争取掌握这个空出来的职位。坏了，这大国快成官迷了，你看。念，接着念。哎哎，大军，嗯，把电视关了。你疯子。行好。我的功课还可以，而且。最关键的一点是，我的社交能力比过去强多了。我认为我可以胜任更重要的工作。这是大国写的吗？这味儿怎么都不对了呢？念你的，你别老打岔。嗯。有的同学甚至建议我参加竞选学生会主席。我想用不了多少时间。我一定可以达到我的目的，你们等着我的好消息吧。祝全家身体健康，此致敬礼。完了，完了，哼！这学生的主席，这官有多大？有多大？不知道，多大呀？跟团委书记差不多吧。团委书记。嗨，妈，这么跟您说吧，这大国要是选上了，那就跟刘大爷平起平坐了。哎，他这学生会主席啊，顶多就是个居委会主任，那还是个副的。是吗？哎，哟妈，瞧给您乐的，您看，您看，您现在暂时还没当上主席他妈呢，您乐成这样。主席不主席，做事不杵窝子就行。哎，大国啊，比你有出息。哟，我是主席他大哥，这出息还小啊？大雪，你怎么不化妆啊？你笑起来啊特别好看。耽误时间？耽误不了多长时间，你要是熟练了几分钟就可以了。你看嫂子的妆多好，又简单又自然又有韵味儿。哪儿啊？什么味儿我怎么没看出来啊？去你的。还真是。我这也算不上化妆，稀里糊涂抹了几下。这样最好，顺其自然呀、是化妆的最高境界。不像有的人，长得不好看吧，还拼命往脸上涂油彩，越涂越难看，跟鬼一样。谁是鬼？谁自己知道？大鱼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吃饭吧，菜都凉了。姐，你别这样。反正我说过了，他要是骗我，耍我，我就死给他看。又说气话，我让他一辈子都不得安生。没那么严重，都已经这样了，还不严重？干嘛呢？你端着那玩意儿干嘛呢？不是说，像上半场一上来就采取守势，而是慢慢的转入进攻。现在下半场一上来就准备跟对方打一场进攻战。刚才的一次果断的突袭，现在可以看出，在之后呢，
跟杰说，我该怎么办？再化验一次，这种事儿急也没用。到时候是不是特别疼？不疼，月份不大。姐，你别那么紧张。姐，这不是自作自受吗？我这心里头乱极了，我乱极了。哟，姐，没事儿啊，没事儿，你先回去睡吧，啊。放心，我自己会处理好的。那就再好不过了。下礼拜我上白班。再见。我等你好消息。大雨，哎，大雨，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怎么了你？啊，大雨，大雨，你啊，别大声喧哗，看见没有？男士止步，那边坐着去，是去那边等着去。哎，那边，哎。这大雨到底得的什么病啊？妇科病。妇科病他躲什么呀？哎呀，你就别瞎打听了啊！不是，你就是得了艾滋病也不至于这样啊。他是不是？哎，哥，以后这件事儿别再提了，在哪儿也别提，任何时候都别提。哎，大雪，那个你那姓赵那同学还在吗？在呀，怎么了？哎，小伙子挺精神的啊。请放松，别紧张啊，一会儿就好。放松一点，别放，再放松一点，别紧张啊，一会儿就好了啊。永远都是这样。我记得咱们上学的时候，咱们老师的孩子得了猩红热，你比老师自己还上心，整天惶惶不可终日。你呀，就是心地太善良了，大家都这么说你。哎，炳文，嗯，我觉得我姐姐可能让人家给骗了。不会的，
你放心，他自己可以处理好的。可是姐姐要是爱上一个人，恨不得把整个心都掏给人家。那你是这样的人吗？那人骗走了姐姐的心，最后还是会把她给抛弃的。涂点脂，抹点粉，涂点脂，抹点粉，他都能跳光屁股芭蕾舞了。跳光屁股芭蕾舞，谁的盆儿啊放在这儿了？嗨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属猪的撂这儿就忘了。红中，慢着点，着什么急呀？急吧。六条。哎，糊了。你看。哎呦天哪，你都点几把了？不是，八把你。哎，我这也听着牌呢，我打电话打什么呀？闲着干嘛？梯队听呢，我这是玩呢。不是，你手太壮，是吗？哎，我去看手去。哎，哎呦喂，你这财运也太好了，没法跟你玩啊！不行不行不行！不行哎、哪看出来的？跳跳跳跳跳跳！哎哎哎，看见没有？就这条线。嗯，姐。嗯。手相不错呀！大军，嗯，你找找他去。甭找，他肯定啊，上红衣发夫洗头去了。他跟别人约好了。约好了也不能水管子哗哗开着就走人呢。他就那德行，
糟货。姐，你说谁呢？我爱说谁就说谁。姐，你自己不高兴，也别想拿谁撒气就拿谁撒气，又没招你，没惹着你。谁说我不高兴了？都成了骚货，我才高兴呢。行行行行，你都是骚货，就你不是骚货。嗯。哎，得了得了得了，哪儿来的骚货呀？啊，咱家呀，就我嘎吱窝爱出汗，我算骚货，啊？哎，你们要是再不乐意啊，我给你们找一个，看见没有？这才是真正的骚货呢，鸡屁股。骚不骚？你自个儿上对门闻闻去。大俊，嗯，你看看去。哼，哎呦！你们慢慢吃。嗯，红中。莎莎，白板，吃块口香糖吧。你呀、啊，看坟的。有啊。哎呀，怎么了？还几点了？六点半了。哎呦，糟了糟了，我得走了。嗯，我不玩了啊！哎，我说，哎，对不起，你们几人玩吧。你干什么去了你？他们有人上街买烟，三缺一，让我替了一会儿。剃头现在啊！我打起来就忘了。哦，我先去拿菜盆去。想拿什么菜盆？饭都吃完了。横什么横什么？是我不让你们吃饭来着，不就打会儿麻将吗？又不是第一次了，你看你，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的。莎莎，我不是不让你打牌，再说，那，你气势汹汹的，什么意思？以后你别一个人去他们家，要去，咱俩一块儿去啊。你吃醋了？哎，那你要是吃醋，我就不怪你了啊！哟，赢这么多，哎，够我洗两次头的了。哎，二婶，行了，哎，揣起来，揣起来，哎，行不行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行不行？走。哟，啊，他们实在是太不像话了。本来说踢一把，打三圈他们都不让回来。莎莎，以后咱不跟他玩了啊。饭凉了，大民，嗯，给莎莎重盛一碗。哎，不，大哥，我来吧。不用不用。莎莎，这院子就一个水表，以后使水上点心，哗哗的让人说闲话。您放心吧，下回不这样了。打麻将得有时有赏，打取的没够，小心掉进去出不来。我们上不了瘾，只是随便玩玩。我们厂总科有一副科长，输的裤衩袜子都没剩下，最后是俩塑料口袋，前面兜一个，后面兜一个，就这么逛荡着回家见老人。真的啊，骚货。妈，他们又来了。他说谁呢？不知道，你问他。大宇，你说谁呢？是大雪嫂子还是我？莎莎，先吃饭啊。是不是你？你自己心里知道。我当然知道了，我是骚货，我是大骚货。莎莎，你。我是骚货，我没去打太阳。哎。
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什么都没说。哆哆来咪发嗦拉嗦，啦啦啦啦啦。哆哆来咪发嗦拉咪。我是打胎了，我打胎，打的是人胎。你打一个我瞅瞅。狗胎，耗子胎，你是怪胎。站住！说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知道的很清楚，你说。您别问我呀，我不知道。话是你说的，我不问你问谁。妈妈，您别着急，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等他回来咱再问他啊。等回来，给我死外头去！对不对？你别看这大雨是我亲妹妹，她一挤得你啊，我真想揍她。我小时候就老揍她。这孩子倔得跟锤子棒似的，什么事儿都不会拐弯。哎，大民，嗯，我真没想到会是这样。哎，就是。我是说你。雨对我再不好，那也是你亲妹妹呀、啊。这莎莎没心没肺的，迟早要把这个家搅和出乱子来。你在这个家里是老大，看着这事儿，你也不急呀、啊。我能不急吗？可是那件事儿，莎莎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哪知道？大民，嗯，不会是你告诉他的吧？哎，这你可胡说八道啊！哎呀，哎，明芳，要不你还睡这边？你睡吧，我在这边还方便点儿。行，那我就再睡几天。哎，哎，让我听听，听听。大民，嗯，妈也一天一天的老了，我真怕你到时候稳不住这个家。大民，大民，哎，妈，我听着了。大民，我的安眠药哪儿去了？我的安眠药呢？您再找找嘛。去帮忙去。安眠药。哎呦！
你慢着点，大明，看着啊。妈，妈，您再好好想想，到底放哪儿了？啊？就搁这小柜子里边。你再找找。哎，哥啊，你趴在床底下，用笤帚瞧瞧。哎，哎，别找了啊！他到底走了多长时间了？四个多小时了。天哪！妈，妈，妈，您可别着急，妈啊。哎，大军啊，都别愣着，赶紧进屋穿衣裳，咱出去找去。哎，快点！死丫头，她是想要我的命。妈，妈，您别着急，您再好好想想，那瓶子里头一共有多少片药啊？有。妈，别着急。您先坐下啊！您先坐下。我跟您说，妈，您别着急。大宇啊，他且吃不下去呢啊，他且得思想斗争呢，怎么着也得斗到后半夜。妈，您先睡您的啊，我们出去找去啊。云芳，云芳，你赶紧给我拿件衣服，快点。妈，您可千万……大宇，妈，死丫头，妈，您可千万……你可不能想不开。妈，您别急了，我们这就找去啊。妈，妈，妈，大宇，大宇，大宇，妈，大宇，大宇，你到底吃了没有？吃了。大军，赶紧抬着上医院！哎，快，姐，咱们上医院。哥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一片都不少。你到底吃了没有？吃了，我吃它干嘛呀？冰激凌多好吃啊！嘿，他吃冰激凌去了，他。没事啊，没事。又算错了，越算越少，也就那么多钱，算多就不对了。哎呦，哎，哎，我们一会儿，哎呀，你说哪么多算出几块钱来呢？让我也高兴高兴。364，嗯，除了死期的，还有那国库券，能用的就这么些了，算的我直胃疼。你错了，比我想象的多。你想象多少？5分钱。
不跟你说，那不严肃。真的，咱们就五分钱，买了一根小豆冰棍儿，我以为你全给我买了呢，结果你咬了大半根，剩下的给我了。我说你怎么还记着这档子事儿啊？都多少年了，你有完没完？行了行了，不说了啊。嗯。大民。嗯。你说，咱给儿子起个什么名字呀？嘿，这我早就想好了。叫什么？张小关。张小关？啊。哪个关呀？当官的官呐。你想，我叫大民，儿子叫小关，我给当官的当爸爸，多得呀这个啊！张小关怎么样？不好，动机不纯。再说了，这名字也不好听。哎呦呦，你还当真了？你看，哎呦，逗你玩呢。其实啊，这名字就在你脚边上。什么呀？除了袜子什么都没有。废话，我能管儿子叫张袜子吗？哎，树。树。张树，多上口啊啊！哎，张树，怎么样？是不错。